小黄鱼，来了，可以来500块的，七块而已。来五百，干贝加鸡爪，来五百，来五百，这五百开始要五四百变，来300块的，就一个人分担。黄鱼，去吃个三明，好吧？唔好，唔好。各位啊，好好来，来三百六交您啦，只要爽快啦，一个四五十个黄鱼的欧贝话来，都杀好了，回去你直接解冻就可以吃了，我们就可以煎了，来呀，来三百过来，来300块黄鱼，真的好吃哦，来六条给你们，来300块来黄鱼，来起锅浪来三百过来，快上去点，快上去点。用煎的黄鱼吃就吃，煮你吃就吃啊！来，关进来，黄鱼三百，来，澳南没关掉吗？黄鱼，我来到了，那我要收起来了。黄鱼没看看那边了，金贝啦，金贝我到台北人都看起哦。来，最后两位哦，黄鱼没有了，来300块来，来三位、四位、五位，来七位个草鱼，来三百红双红海鳄啊，一点那边，来三百多只，来五号都备了啊，黄鱼都买到了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来。好啊，过来鲷鱼骨肉啊，花花丸啊，啊，什么人都要加加水啊？是炸鸡还是加水？好啦，好啦，起来大麦克啦。对，够不？够钱，够刚好一包大麦克。来，鲷鱼骨肉回来了，大包啊！来，两百块。起码鲷鱼骨肉已经叫回来了，够鲷鱼骨肉咖啡零白饭杀手，来200块，来两包，来七包够而已，来七包八，我讲你五百，来两包。1、2、3，3个客人而已。摸起啊，钓鱼骨肉摸起啊，等于一条北风价，多少价？最好几条钓鱼骨肉，细胞里两公斤，来两百块钱。来最后一位客人，钓鱼骨肉两百。最好几条钓鱼骨肉两百块。拢唔知我咧卖啥，哪里新来？你哪两百，这好的，回去你加热啊，钓咧北风。这价钱，口感就跟普烧饭同款啦。啊，你普烧饭上值钱，要这倒。大小家庭的700块两个人，给倒。加钱，100块。我帅哥老大了，我是不是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。来，大麦克，各位包。大麦克没有了。你刚刚吃了两包，我卖掉了。你卖掉了？啊，你好，我要去包烧饼去。不是我留一包啊。你太饿了呢。来两包啊，来无啊，没无啊，就一包面，两公斤哦，真的很便宜。来，来想吃鸡腿的来。你们玩这么大？哦，鱿鱼没要来，没嘞，阿妈，差点忘记了。来，看你我要不要比较包啊？来，有大鸡无？这是规鸡的鸡腿哦，规鸡拢鸡腿哦，按分拢切掉哦，大鸡的，一斤卡要半斤啊。280个啦，带骨堆，一斤超过半斤啊，一斤要120啊，不切掉啊哈，老尾只来开300遍，来200块啊，都椒麻鸡腿买，200块来边啊，你上边来，啊小姐也边来，我讲以后就无这人卖你啦吼，哦这过年前人无做啊，欠费啊，最后一道你看到椒麻鸡腿，可平安去后礼拜看我啊，300遍来200块。今天要请你来了，发热椒麻大鸡腿来，一个人拿1、2、3，4给你煎，用烤的用煎的都好吃。椒麻鸡腿来200块来，来冷拌或者椒麻大鸡腿来200块来，椒麻鸡腿够了没煎好？用煎的用烤的喝啊，弟弟妹，喝啊，真的乖。先等啊，我忙他搞不搞？你快三哥，讲三哥。我喝我。你也无我有物件无，你收三个，啊唔好解释我有。来，椒麻大鸡腿来，二姐哦。哎，这个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快，一个大姐啦，好一个。大姐，来，我爸。这不就是大姐？我爸，我爸。来，我一边画画画卖哈。五嘞，你收钱。千块。够三百块的。三百块的。好来，小姐来100块。加了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你养小孩哦。哎呀，我头好大。是。你咧牵石头，牵石头，牵我石顶就对啊。哎，两大，上个两大你吃。啊，我的啦。你上个，一两大对，今年我都会做到。注意啊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徛到久啊，丢啦，又变丢啦。我知影，要有3万阿妹啦，加油啦。来，阿妈200块得。我来讲阿飞弟弟，安尼啦，
蛤蟆我卖我两百，哦，我看较少的，哦，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因为后边吼小姐吼，也是靠姐在包物件嘞，再给我一分钟就好了。来，柠檬汁小姐干杯杯，啊，再来杯蛤蟆大鱼饺，来两百包柠檬汁小姐一包一斤，一个人拿两包回去煎一煎，好吃，没七八三包，来两百的柠檬汁小姐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吃嘞。来，只有四包，一人一包，来，七八喝完了。一百二。柠檬吃小点，超好吃的，用烤的，用煎的，气炸轰隆隆酱，来，七八喝的。这是生的柠檬吃小点，可以煎可以烤。哦，来，七八喝来，超好吃的，来，柠檬吃小点，七八喝来，一点最好两个人给，来，七八乐，柠檬吃小点，一百块，都有了吗？雅欣为什么没有买回雅欣？厌倦的小腿吗？怎么可以喜新厌旧呢？来，老板，这车不用换得了、啊。一次确实没换，这车我来讲，但是别先来讲。哦，来，花枝牌来，刚才花枝牌来，有两份哦。花枝牌来，小姐谢谢。来，丢，拿回丢。起床啊，我要拍个大脸，就拍个你来。哦，来，他到你公杯仔啦，来鱼饺来。来鱿鱼块好了，大杯仔一定要能拌好完的，超好吃的正品硬掉，再给我鱼饺。哦，我锅内的前三名，来准备起来，等你诸位哥、诸兄、诸妹，来能拌好来，来请求姐妹来吃，一八杯，一个人就吃，来这样开能拌好来鱼饺，来能拌了，鱼饺够几包？好不要啊哈，来能拌，来，别饿的死啊，去，来三下面了。来，两百块来了，你嚼爽快来鱼饺，真的很好吃哦，煮火锅、煮汤、煮粥都可以。来两百块来喝，我听到了，老板。来两百块来滴嘞，一包五斤，三个客人吃。来两百块来鱼饺，请加好起来。来两百块来，滴嘞，咚咚咚，滴嘞来鱼饺。来两百块，小妹啊，两个人来，最好姐来鱼饺两百块，超级好吃的煮汤煮火锅一定要吃。来两百块来，我觉得蛤蟆会快三分钟，太鱼饺会吃饱。最好解冷吧，你是不吃过鱼饺的惯哦，来不吃过啊，去，无可能不吃过，不吃过你的，不吃过我的，不吃过我的哦，我的跟咱一个才吃，还是我袂使大人吃的，来今日去偷买黄芪吃，来蛤蟆会使画，邀请这大了边画，来去换俾五个人吃，四个人去吃。别吃，别冷吧。来，七八号完了，一百块来，蛤蟆，来收钱，收钱。来，蛤蟆，七八号来。别五分哦，你妈三顿拢吃蛤蟆了。别七八顿晒啊，莫别伤济，那是我啊，那有保存期限，你莫别伤济。煮完珍珠爽，全部搞珍珠爽。来，四个客人，来这里四个，哦，啊，六个人给变成对了，蛤蟆，蛤蟆有六个，来，美女慢慢叫。来蛤蟆六个人去哦，啊大你搁买啥？包空？其他搞五个，一百，来阿哥搁有这嘞？蜜桃包，你的最爱，你竟然吃到家己袂记起啦？还有胡椒二茄子，我袂吃你就吃啦，我还没有吃到你先吃的啦。这上次有啦，吼、哦，大家要甲收收，真正好吃。古天乐，你有吃着好吃无？比较大的，可是哦，之前卖一包一百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特价，新年哦，1月1号元旦，大家欢喜得迎接2023年第一天，哇，你好新的价钱，一包一百，两包两百，来，赶快第三包我用送的就好了，来能包回来，黑胡椒或者是，这是生的哦，用煎的用烤的好吃，来能包回来，哇，够贵啊，给能包能包，这包我啥？来沙包，黑胡椒二茄子真的好吃哦，好不要补了哈。沙包能摆也得贵点，我更开心。来了，能大包的黑胡椒二茄子真的好吃，我们这里。来喝，来姐姐爱看点歌，我听着哦，他刚休息哦。来陶姐队长啊，你出声哦。来喝，还弄快点呗，我爱陶姐来，你借起来快哦，哇。冷爸，冷爸，这个你安尼偷偷袂使。我听到你的声，也无人帅哥无买着的。真的啦。帅哥存一包冷爸，好不 ？OK 啦，我来冷爸。
来七十五块，给你。你不够七十块啦，七八就是七百块啦。来，帅哥，你先吃吃看，真的好吃。来，日本北海道花鲫鱼，上礼拜有买到的，举手。左边的啊，好来，割蛙鱿鱼，我喜欢割蛙鱿鱼，我喜欢吃啊，割蛙鱿鱼。对。哦，这还大手，真正变咧变。来，科外鱿鱼，刚才三份三份的是谁？两份给我。来，阿大哥来。来，鱿鱼啊，多少三份？来，我家小姐跑过来。哦，我起来，阿那边玩啦。来。那个保利龙里面还有这个。小红有没有过来看不用看，惊咩呀？小水也来。为什么用种瓜地？要知台湾的乌鱼，靠用这种瓜地，因为伊很粗。爱用胶的，大胶的，就是搬来的，这无少哦，不包皮吧？有没有大皮？漂亮。后礼拜换一个乌龟对吗？哦，来看这两礼拜，那天气冷冷啊，够乌鱼。后礼拜那个回温怎么乌鱼啊？来，这个叫日本花鲫鱼哦，吃过的举手。小姐，别这样的，你吃这个？干嘛买啊？是日本了点？应该是点这个啦。这行情价不俗，行情价两百几块、三百多，来，总比那不就一样？不要怀疑，哦，这日本北海道进口的，来，一只行都一样哦，两只行都五百，我你大陆买的没五百，没四百，不是两只哦，来三百块完了，日本的花鲫鱼来，三百块，小姐妹来，肉质超鲜甜的，而且很嫩，来三百块不然要金钱的，你敢在我那边上？来，来哦。欸、我起来啊，无人买做老鱼，来招姐妹，我来三百块。日本北海道花鲫鱼来，来两只五百，来三百块妹妹，一只都请。来招姐妹来三百块。我靠，我过来办了。花鲫鱼辛苦你了，料料的，我讲今天无料钱，你吃袂得。来三百块，姐妹都。Hello。在哈喽，来帅哥房顶，谢谢，感谢你。说真的，我卖家比香鱼还要便宜了，这是比香鱼吧？不跟恁哥来赢吗？哥俩两招收彩头，来三百块，我会让你看。你不北海道花鲫鱼，来三百块。不是。啊，过来啊，我直接处理的。我家我把你的面面，来三百块来五十哦。用烤的，用煎的，清淡锅都蛮好吃的。来三百块了，日本北海道花鲫鱼。来三百块来，紧嘞紧嘞紧嘞，走走看紧嘞。这鱼真的不错，我们都有试试过了，我跟你弄个亲家回啊。来三百块来，这本来是不是我们的东西的？这你这抢上去啊，我亲家吼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麻了也想袂到，反正哎回响很大呢。有买过的就又回来买了。来三百块，而且不卖太便宜了。来三百块来，花鲫鱼都没来啊、哦。哦这嘛无法度，恁试一下这三百了，剩了是恁别人，真的。还够算你哦，规定还够算你。谁啊？要不要喊一下？还够说个话。哇、嗯！来去教的你。来，我要吃算你五百块完了。要吃外表来讲哦，无外表袂讲话哦。来，有高无水无，来选五百块来。一片就两百了，来三片六百，五百块来，七点都请你。五百了，算你无来的，七点都请你。来五百块的，也先搞桃花呀，啊，先桃花先吃呀，来来来，先吃大个了，来五百块来，这鱼是有难无啦？这鱼无难啊啦，这鱼要难，伊要开始前一点啊烤，有难啊，还无难的，来五百了，来选五百块够上面价，来大个来，四点五百了，听起来叫五地呢，五地呢，选鱼不是台湾的鱼啦，所以人家唔买是正常，来五百块来，四条哩。来我钓鱼，来我爸过来，因为台湾的温度不够低啦，所以鳕鱼不能在这边火啦哈、哦。来我爸过来，去钓钓鱼来帅。来我爸，格林兰鳕鱼够两百片的不？四片五百就已经破纪录了，我还送你一片呢，五片呢。来帅你，我爸过去，最后三个人变熟了哦，不只帅你的通通干净的哦，再进贵点嘛，都有帅你干杯哦，他都拢得地方呀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最后两位鳕鱼，好，谢谢。来二，阿哥吃鱼啊哈。来鱼啊，阿分分的来。阿伯上，我阿妈分分的来，阿鱼啊，我来画画来。来，刚才阿妈谁买的？阿妈包好了，包好了哈、哦，要记得拿哦。来，阿妈多三倍来，来包两个。
来啊，你要讲是谁买蛤蟆的？来后面，后面，快点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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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看见没？哦，阿弟给买这个看了，哥，有钱买哦。来，要吃海贝的是呢，要换。来，有大买无？等于三三下行的，卖买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一人一份。没三百。都做社会的，一人一份来两百块。吃袂人的人加，五个人加，四个人加，来两百块来。阿伯，表表表表表，来下啊，两百块，要吃金银钱来，两百块来。经验值啊，我们喜欢啦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海白虾来，一人一份，两份都可以。来，单人单人单，一张丢丢。来，钱好，谢谢。可以啊。一份好，我会炒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海白虾，一份我。啊，这三明治啊。两份哦，两份跟一千毫花。这三明治。好啦，两份四百啊。迄家啦，伊手工做的哦，手过擦掉，我无有切工。迄四足强的哦。来，两百块的咩？我准备六个。我有好你哦。我无问你啦，一直讲话。好，来，好，你今年啦，今好像两档出来啊，好，我一声，他妈是档出来个。好啦，把细声三回安尼。炸死！炸！哦，跟你啦，跟你出来啊！我来来来来来，一千个搞钱哦。好，哇，这条，那个肾好不？哎呀，那个肾好好痛。来一千诶！你敢让你走？八百。来一千，搁一位来，来帅哥哦。来，你挂啦，你不知道来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哈，我手机在抽筋啊。哦，来，虾子十二个，那一百四个而已，我那一百四个而已，大家帮我搞啊。来啊，要吃补餐吗？要吃我一个蛋花鱼嘛。来，各位观众。来，这刚佛跳墙，刚丢刚丢的，也是没有出，也是没有生产的。来一包吼，一斤半重，爱卖你两百。老要吃单买啊，先跟着来三百块，变啊，来两百块完。两百。加了就好吃了。两百袂晓买哦，含加多少钱啊？单买啊，先跟。有啊、哦，一包冒昧，新年快乐。买一包送一包来，两百块来。单买啊，先跟两百块头来，真正好起来哦。来两百了，够三百买了。两百块袂晓吃海鲜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，收起来收起来，讲好白话，来，你吃普烧麦，开两千开三千买无一盘来，你吃普烧麦的一千块给我叫了，一千块我都，挂起来，都要一千块哦，一只三千四百的买来，一千块我来，三只千一，来一千块来普烧麦，一千块了，专门吃普烧麦的。拜托的，这袂人来话，大只啊，四只千六只，来一千块来，一个内头，五三万，一只够你阿做啦，卡，五只好你啦，一千啦，还要买大批啦，是哇，大只，动作细只咧买，来一千块来，五三万，哎、欸，真的是特 A 级大只哦，来一千块三只，来四只，来七只够好你，来一千块来，五三万，还有人需要吗？真的卖你们太便宜了，赶快拿起，这袂讲咧平。会不会贵你啊？哦，好，你打开哦，加麻，我只要新配来，一千块来，不上半瓶，同时哦，你舍不得输啦，因为真的很贵。你讲慢一半，刚才趁几点啊？点啊？他在北东宾馆，我朋友拿我慢一半，还有没有？一千块来，你要买一万我都有，来，今天不上半一千块。对啊，来几千来，一千块来，上半边有苦瓜鱿鱼。干嘛来来来都开始切块了，来，午餐麦都拿到了没有？有了哈、哦，我要去我在新哥的科路啊，看起来短，哇，二 A 级的，开始换机哦。来，标给换回来了。那你讲台湾标哈，真正好吃，但是无俗，这一盘五斤，我若卖五个人给你吃，爱开三百。爱开机啊！我来五个人给吃，这标吼，我甲拼拼削下。啊，你要吃的较紧的哈。你有花五百，跟四百，你有花五百啊？有来三百块，我一票上面吃，订单来三百块了。少年，你钱不是没有花票，我一票哟。我没我一票，真正没人敢买哦。这大笔的，这么小笔的呢？我。给叫你看好了，真的大天啊！哎、欸，这大笔的鱼标，你写单上，拿起笔的大摩啊！
来三百，我先招一个来，我一边来三百了。好，我现表演互恁看。来三百了，来要吃后边紧银钱啊！我未完都无啊！来三百，我留一边。所以煮酸啊，煮麻油，来三百过来。来三百外表，一个买两下哦。你敢有发量的？量的有啊。发量呀。够两只，你等下我卖你啦。来，我要吃来三百咯。一个买哦，三百啊，那你再往前讲去。你买三百啊，你买。别记啊，钱少少的别记啊，来三百咯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外表三百咯。来，你三个要走，紧嘞！我你上双过来，三百过来外边，超漂亮的。来三百过来，过来要吃外边无？来较紧嘞哦，别玩就无啦。来三百过来外边，煮酸辣面，叫我起来。来三百好，最后一个人给外边来三百。这个外边啊，你不要走路哦。来三百好。好啦，这外边唔好地嘞，啊，你阿在边倒啊？本来我讲你外边啦。你啊，姐啊，有啊哦，我两边我表，他这边啊，姐啊，姐个表干是不是？你啊无啊，我那表个，啊你啊姐啊，我那表个，两百万的，你啊姐表，我就叫我姐啊表啊，你姐还我，我这边，来，还要吃台湾鱿鱼来，我两包冰糖表表啊，一包半吃无出来，快点嘞。一百九十几公分，比姚明较悬个大波，要搞咩嘢？无咩嘢？借人钱来两百块了。我好意思啦，好意思啦。好，开始起来画好。最后一位，可爱鱿鱼，两百块来找钱。是钱了，留下两百，来这边帅哥买两瓶。安尼四个人全装包啊。看完了吗？签诶。来四个全包。都卖完了。来五百的。来，要吃乌龟子的，较紧的。一张五百的。来，大哥，稍等一下啊，我包冰晶给我给华林啊，够水啊，两皮千五，两皮我也要趁钱，也卖千五啊，我也无要趁钱，也卖你千三，水无啊？正海乌头的。来，卖千五，千四、千三卖，贵人家无啊？遐尔了。来三个客人啊，要吃乌龟子的，千二块，来一千块来，这个不用喊了，这个乌龟子我不动比较凶。来三个人给一千块乌龟子，谢谢。两遍啊。结果不赶紧赚钱啊，功夫要不别动啊。来哦，素煎汤了。哪能点啊？哦哦，骨鸡汤呢？哦，我吃吃好。何首乌乌骨鸡，这个是切块的哦。没啊，好啊，我。两斤哦，一包哦，来，准备起来开五百、四百的，三百块完了。暗时啊，天气冷，我来讲，这用一包来煮的，你若两个要吃，两包就够，一包就够啊。两包卖五百，两包卖四百，来三百块。来三百。来招水袋，三百块来。五谷鸡汤，来三百块，也先先做高配的。哦。吃起来好啊！啊，阮住的遐辛苦，逐工拢爱洗车。